整红素金台北报道，王彤和赖千和参加本周年事武力全开，王彤这次挑战了轻快活泼的街舞，却没有想到在练习街舞经典炒菜动作时，因为长时间的练习，在练习的过程中不小心拐到脚，导致脚部韧带撕裂伤。而第一次挑战街舞的王彤也觉得这一支舞蹈对他来说难度极高，但老师称赞说难度很难，但他三天就学会了，让人赞叹王彤的惊人的学习力。另外首次来到挑战国标舞的赖千和，精湛的表现让人眼前为之一亮，只是赖千和在练习时让老师笑住说了，都跟你讲了100次了。赖千和一听到这句话后，让他深深感到自责。表演结束后，老师讲评表示赖千和在这支舞戏中情感的表现相当到位，虽然舞技没办法像专业一样精湛，但对于情绪的流露则掌握相当好。王彤跳国标舞跳到撕裂伤，名师提供赖千和挑战国标，名师提供王彤跳国标舞，名师提供